唐人街探案就是为了赚钱，那干哈不为了赚钱呢？这是，赚钱归赚钱，你看就像我们赚钱咱归赚钱，但咱节目效果这得有。扣上来，扣上来，好快的刀，好快的刀啊！再见，我溜了。其实我觉得能双杀哈，刚才应该能双杀。我学个 E 好了，我学 W 呢，我说实话有点怂了，真是有点怂了。刚才这螳螂二级扑上来，我就直接干死他就完事了。我感觉我得给他放出来呀、扣上来，哎，啊，换了，还行，我怎么死了？哎呀，其实我就这波你可以不推，你推成这个死样子，你还不如不推。要么你就继续推，哎，真害人呢！他妈一个闪现跑了，哼！左边插个眼儿吧。先让他推线吧，我想先让他推一波。嗯，不好杀呀，得让他出来我们才好杀他。你就非得要就是人出来的来抓我呀，你不能在那后边就放 W 吗？刚他马上就要练我了，你着什么急出来呢？你说这人，哎，完美是可以达到的。塞拉斯啊，太猥琐了，不好杀呀！快点出来呀！快点出来呀！过河道吧，这英雄带位移。
先把药吃满，假装不跟他打啊，但这波我要杀他。闪现唰唰，哎，唰唰没出来，好烦呀，好难杀呀！我突然之间感觉还是上路好杀，中路杀人好难杀，除非是那种远程英雄，你知道吗？我塔下就可以那越塔杀他的那种。线太短了，他这个英雄还有位移，他不过河道的哦，他这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晃悠，就一直在这里晃悠，他也不能往这儿走，他走到这个位置我们才能杀得了的。不行就赶快去吧，算了，这小子也不打，不打拉倒。我跑，扣也扣不到，玩的跟你玩真累。真累呀，跟你玩游戏太累了。真累。能打，能打，能打！那塞拉斯也来了，也能打，快点上！一会儿来了人，抓抓！哎，抓抓抓抓抓抓！吹波 Q， 起飞！哎，你这锤石咋回事啊？走呗，给我下当了。
来个暴击吧。到兄弟们，坚持住，我来了就全收。抓抓抓抓，被抢了一个人头，有点烦。攻速好慢啊。没办法，这种德克萨斯木印剑圣攻速就是慢。只有 0.8 攻速。哎，不对吧。为什么我只有 0.8 攻速啊，是不是卡 bug 了？剑圣不可能只有0.84攻速啊，我还点了攻速。这攻速卡 bug 了吧，绝对的卡 bug 了，兄弟们。下路支援一波算了。我点攻速了，我点了，我点10%攻速啊，这不10%吗？我点的印星，我点屁印星，我点凯旋。真能跑啊！你是真能跑啊！闪现推推棒，我不追了，行不行？算了，既然你这么能跑，刀补的确实不太行，对吧？但这攻速确实不应该是这个速度的呀。哎，这谁插的眼儿？螳螂插的眼儿。塞拉斯下的了，2400，差点钱，算了，不去了吧。要我说，真的不去了，我就中路推线了，我都懒得跟这塞拉斯打，太猥琐了。完还有控不好杀。给劈死了，没有人是无罪的。再见。再干脆的
哪有伤害呀？一套技能打完还哪有虚区了？我们好像有点无敌了。当这个塔被我拆完以后，我们就已经无敌了。现在杀人基本上就两刀，但是这个这攻速确实有点慢，这攻速不对，我一开始有这么慢的攻速吗？来个攻速还小龙看一看，恶魔们隐藏在我们当中。我先把中路的塞拉夫给他干了。来，跟我小龙。全死，你也得死，跑，往哪里跑？你能跑到哪里去？你说，一刀，小龙拿了。两件装伤害这么高，两件装伤害不挺正常的吗？这伤害这种伤害正常啊。来个西兰刀，西兰刀出完出无尽，无尽出完来个春哥，游戏结束，打谁就都是一刀。训印呢？不要训印，训印没有办法弄成那种一刀斩，你知道吗？训印没有办法一刀，我们得来个那个西兰刀。一会儿塞拉斯有沙漏，我们记着点啊。卢仙杀卢仙就两刀，这个卢仙为啥不走啊？那就两刀，我都说了就两刀，他为啥不走呢？他看见我。谁来军带瑞？艾克来军带瑞了。这两刀。他打不过我。
我来啦，双 buff 我要啦，赶紧过来，杀先杀路手 ，Q 过来，不行，这刀砍出来没暴击，真肉啊！不是谁都一刀吗？那他跑啊，那他跑那么远，而且人家裸的金级之甲，你不能说是我杀他也一刀吧，那有点过分了，那还都是籽儿了呢，人家先裸的金级之甲，我这咋那么肉呢？1.16攻速，还是太慢了。打个红 buff， 我直接射了，再见。看看这螳螂打不打石头人？这不一打五不行，有控制。你要清楚的记得，你是一个脆皮啊，你不是一个肉。这波下路不拆了，中路直接拿个五杀。Come on, baby， 给我杀！谁吹波 Q？ 我看看谁敢吹波 Q 啊！谁敢吹波 Q？ 你敢吹波 Q？ 个老螳螂子，还吹波 Q？ 我看你再吹波一个，还敢吹波 Q？ 还敢吹波 Q？我他妈给你一刀，你还敢吹波扣？不进呢？2525够了。现在我砍谁都是一刀啊，都是一刀，包括那落手。我砍他都一刀，就一刀。这回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很负责任的跟你说，我还是不能一打五，但我打三个没问题。等我有了春哥，可能能。拉塔里去了，你看这就是控制，你知道吧？这是怕控制这玩意儿比较烦，没让我动。